先呢，咱们扎一个松的高马尾，从中间扒一个洞，由下往上把马尾掏上去。掏上去之后，咱们拉拉紧，然后去梳理一下。梳理好之后，咱们放到一边，然后从右边开始来一个鱼骨加一的手法，就是取出来两股头发相互的交叉，然后从旁边再加进来一股头发，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，然后编下来就可以了。咱们编到中间的时候，下面这个位置就不要越编越靠下了，这个位置的话咱们编过来它是齐的，编下来才会非常好看哟。看到这里了，不要忘记留下你们的爱心哟，想要你们的爱心，然后直接把头发夹完，夹完之后就是一个鱼骨辫编下来，编下来之后咱们用小皮筋固定一下，然后把发尾藏到这个窝窝里面，用黑色小发卡固定，也可以放一个发饰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